嘿豆宝贝啊！什么？你知道北极熊的毛不是白色的吗？别惊讶，就让豹妈再来为你解惑吧。其实北极熊的身体表面覆盖的是无色透明的空心管，这些透明管的内壁比较粗糙，可见光在这些透明管中会产生大量不规则的折射与反射，因此我们肉眼看见的北极熊才会整体呈现出雪白的颜色哦。而北极熊作为一种生活在极地的恒温动物，皮毛保暖性极强，北极熊毛发之下的皮肤其实是纯黑色的，因为皮肤中必须含有大量的黑色素，才可以将毛发吸收的大量紫外线转换为对自身无害的热能，同时这种颜色也能进一步减少自身热量散失。现在却因为全球暖化日益严重，北极熊的家园逐渐消失，所以大家一起节能减碳，拯救可爱的北极熊吧。